我是小月，你们好。很多时候，很多瞬间，我都想要问你，你究竟因为什么才爱上我的？如果一开始你就做好要离开的准备，那就不该来爱我。不要你因为心动，因为好感，因为想试试，因为我对你好，更不要在不能确定要给我未来的时候就冲上来爱我，因为我承受不起你突然的离开。明明是你先动了心，最后却是我动了情。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真的很微妙，你以为和一些人只是短暂的分开，可离别之后竟从此杳无音信，就像一场汹涌的旋风，把他们来去的路途都淹没掉了。我们还会见面吗？不会了吧。心也变很冷，为什么我的心却好疼？相爱的两个人终究要离分，又何苦当初爱得那么深？你冷漠的眼神把承诺都化成灰，